以前你真的很棒哦，把袜子借给弟弟穿，让弟弟可以去游戏室里面玩。啊，对了，弟弟你的外套可能有啊。好了，弟弟你可以去游戏室里面玩了。看一下哦，这个是极光森林的游戏室，哇，好舒服哦，真的好舒服。那个，哎，你太疯狂，你去滚那个隧道，去跑隧道，里面有个隧道，弟弟，这里有个隧道啊，弟弟，你从这个隧道里面经过看看，进去隧道里面。找隧道，然后我在这里等你。不会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弟弟，你过来就好了。你过来，你从那里爬过来，爬隧道，从隧道里面走过来。加油，弟弟，加油 ，Go！ 人呢？快点啊！卡住了，弟弟，你可以进来，没关系的啊，好不好？丢！弟弟，我要丢你了，丢你了，丢！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好好用，好了，哇，好舒服哦，真的好舒服。